只要有机会就带着家人参加教会户外活动的黄兆庆，现在是个非常享受健康生活的快乐人。不过两年前，他却是个不懂爱惜身体、喜欢应酬导致酒精成瘾的木工师傅。朋友甚至还笑他把酒当水喝，而这一切的代价就是才30岁出头的他，肚子里的五脏六腑几乎都出了状况，甚至到必须换肝的地步。而面对这一连串的生死交关，幸好身边有个来自越南的可爱妻子傅永娟，因着她单纯的信心和不愿放弃的毅力，一路陪着兆庆，才度过一个个千钧一发的难关。你好，我是金玉，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。今天的这位来宾呢，他曾经是救国英雄，但是也因为有点放纵过度了，所以后来身染重病，而且差一点赔上了性命。还好有一个妻子在他身边，对他不离不弃，一路安然的走到今天。让我们来欢迎黄兆庆以及傅永娟，欢迎你们。永娟，听说你是越南华侨哦，你跟先生怎么认识的？认识就是从他的表哥，就是过越南去我的朋友，我的算朋友，就是后来就是在婚礼上认识的。哦，他对你一见钟情哦，他追到越南去哦。可是兆庆其实跨国婚姻啊，这么远娶回台湾，其实过程好像有一点复杂，对不对？因为从台湾这边你所要办的手续到越南，我们还要结婚，在符合越南当局那边的手续之后，台湾当局这边的手续，他才可以过来台湾。嗯，这中间是蛮多过程的，要办理，甚至要跑很多的局处。对，而且还很多次，因为一次一次的访谈，越南当局要面谈，要因为很怕他可能会是怕你们是假的婚姻，就是人口贩子。哦，以假婚姻的名义有没有结婚的名义，做一些其他不法的事情。所以自由恋爱结婚要娶进来，比中介还要困难了。因为我们没有透过中介，我们是自己跑。就像我在台湾的话，我从外交部开始办我的单身证明，开始从越南那边他送他们越南的外交办事处一样，一步一步就从我们从户籍开始重新办理，在越南的地办理结婚，也是要他也要预约面谈，我就要飞过去这样子。所以总共等了多久才终于把这个美人赢回来？一年多吧。这么困难，一结婚结一年多哦。对，哎呦，你那个时候还蛮勇敢的，一个人就这样嫁到台湾来。是啊，是哦。可是没有想到嫁过来没有多久，后来兆庆就生病了。对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发现说他喝酒喝得太凶了？有啊，就之前他就过越南的时候，他一直喝酒，那讲他就不会听。但是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诊断他就是肝硬化。那个时候其实你嫁过来还没多久哈。是啊，去年的1月11号来台湾。我3月份就住院了。哈。他以前常会帮我抱怨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睡医院那张床比睡我们新婚的那张床还要多。那个时候你的状况已经是怎么样了？他说，那时候在台北医学院的时候，他已经跟我讲说，我的肝硬化已经到4期了，唯一的途径就是换肝。在台北医学院，他只告诉我说，他只能帮我控制我的腹水，因为我那时候腹围降100多。你那么瘦的人哦？对。肚子胀那么大？对，里面都是水，都是腹水。除了腹水、肚子很大之外，你外表上还看得出来什么症状吗？应该说，脸变黑，肤色变黑了。就非得要赶快等到一个好的肝，就不然就没救了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，医生就讲，你唯一能救你的就是换肝，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。你那个时候到底喝得多凶啊？连新婚妻子都有点看不下去。我应该说，我的开水就是酒吧。啊，是哦。差不多了。你是为什么必要一定要喝吗？是因为上瘾吗？还是什么？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是朋友之间啊，或工作场合之间有没有会去喝的？可能喝酒了之后自己也上了瘾，就回家也要自己喝一下这样。对。天哪！所以永娟，你看到他喝酒喝成这样，有吓到吗？当然是有吓到啊，因为从来交往的朋友就没有这样子喝酒的过程，就后来就
遇到他的喝酒的过程的话，我们就是后来他喝酒，我们也是要就是讲他，就是说不要喝酒太多了，喝酒也不会很好。嗯嗯嗯。但是他也是不会听，他听不下去，这样子。听不下去了。你那个腹水那么严重，后来要把它弄流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胀到太胀了，受不了，那口腔炸开的时候，他必须引流的时候，他才把我引流出来。你是等别人捐肝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那时候排队有很多人等了，甚至两三年、四五年都还等不到，而且这个东西没有人敢保证的东西。是，对，很多的朋友，甚至所有知道我认识的医生的朋友，也有说。几乎说不可能，哇！所以永娟，你那时候一嫁过来就碰到他，几乎是面临就是好像绝望的一种疾病啊。你心情怎么样？刚开始过来台湾的时候，就感觉就是说，真的非常就是为什么就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真的。嗯，而且你就开始就天天就要在医院照顾他了，对不对？是，差不多天天了。嫁到台湾后的傅永娟陪着先生一起照顾家里的田地，原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，但婚后没多久，赵庆因长期酗酒引发了肝硬化。永娟看着先生的健康每下愈况，甚至得面临死亡的威胁，这一切让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。是他们真正要过婚姻生活的时候，他就生病了。那所以他的太太这一段时间长时间在医院里面，他等于是全部都要靠人照顾。他曾经吐血，吐到护士要请辞，因为吐的整个满床满地都是。所以在这种身体非常差，而且整个是要完全要靠别人照顾的时候，太太一直在旁边陪伴他，鼓励他，然后跟帮助他这样子。我觉得他这个太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。其实一开始他是肚子就很胀，对，然后我们是在新竹这边医院检查，对，后来就是因为可能只有吃药吧，然后那个腹胀就是整个像孕妇一样，他那个腹水都没有办法消，所以后来就到北医去看，那北医一检查出来，他就是说那是已经是37了，就是好像他分 ABC 的样子，他是分到是 C 那个阶段，然后他就说要换肝。第一次医生跟我们讲说他这个情况是肝昏迷的时候，让我们有心理准备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是整个人是崩溃的，我们俩几乎是可以说抱在我们是在医院门口就已经哭起来了，我们几乎是已经是接近那种崩溃的状态。他也是不能接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对，他觉得说一个好好的人怎么会突然间变成这样。赵庆，你的身体那么严重的状况，其实后来不只是腹水，你还有大量吐血的情形哦。因为肝硬化的人那个食道静脉它会曲张，嗯，就是等于是一条水管一样，它不通的时候它会从旁边爆出来。嗯嗯，当你没有去做一个结扎的手术的话，它那个胀开的地方会爆开，那时候就会大量的出血。我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是它有点算是应该在胃里比较久，所以是出来是有点算果冻的感觉，哎呦，吐出来是整块的，很大的一块果冻，那时候才知道，好恐怖，你不怕吗？那时候真的吓到了，因为吐出来就是一块的，因为那时记得已经6点了，天色蛮有点暗，我还叫特地拿手电筒看一下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对，就看到是血块的时候，哦，痛苦就开始，那时候才送到台北中心。你那个时候开始有发现说死亡距离你很接近了吗？应该说到了加护病房。嗯嗯，因为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人生命的消失，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记得就是在我左手边的第一床，我就眼睁睁的看到他从有生命到无生命，真的机器响了之后 一串的急救，家属赶来，后来宣布说就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再来就是我右手边的那一床，嗯嗯，那时候我才知道死亡距离我这么近。你看到他吐那个血果冻，你会怕吗？第一次还没，嗯，还没什么，后来才是恐怖。怎样恐怖？
就那时候他就是凌晨嘛，凌晨两三点钟了，他才吐血，就一杯700cc 也是吐得满满了。我想吐的时候，我旁边刚好一杯那种珍珠奶茶的空杯，我刚好一吐就刚一杯满满的。那时候我看到是先就是是血，那时候我就赶快叫护士，后来医生护士也来了，可是我还是想吐，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，那没办法就吐啊。吐出来是满身，那时候还记得拿着那个毛巾，想去擦，试着去擦拭它这些东西，嘴巴这些的。后来发现我一直吐，医生也放弃了。医生说那时候医生跟护士都也看到也吓死，然后就是一直吐啊，没有办法制止啊，所以他也不需要做擦拭的动作了，因为他已经吐到满个床，到床到床底下。都满出来了，对，都溢到床底下去了，他就站在旁边。你后来在吐血之后住进荣总，然后又发现说你还有更糟的状况是小肠坏死。我那时候腹围很大，腹围很大的时候我应该算是有疝气了，所以我肚脐是外凸的，所以我小肠折跑到里面去了，所以折在里面的时候啊，久了之后它坏死，需要赶快紧急动这个手术，这个手术。的成功率只有10%，死亡率是90%，那就等于是宣布我死亡一样意思啊。嗯，只有10%的成功率，我一直外科的主治大夫下来跟我讲说，我再多给你一点信心，5%，就是15%而已嘛。对，我帮你加到15%。嗯，但是你不冲这关的话，你就没有机会换肝。哦，天哪！那你就等着，就是等个死亡，而且那应该会很快。所以说小肠坏死这个情况，如果动了手术冲过这一关，你是可以等换肝，然后你的命可能就会活过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15%你就在手术台上没了，也就是说推进去之后，永娟你就再也看不到赵庆被推出来。是，那你听到这个消息跟这样的几率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跟我婆婆嘛，记得我跟我婆婆跟我小姑就是在那边等，就是望她。希望护理人员就是叫黄兆庆，就是那三，就如果是还可以转到加护病房的话，我们还有希望。你怎么会决定要做这个手术呢？你本来不是觉得说，因为如果是没有你没有做那个手术，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就是换肝啊，就是我们就是赌嘛，就是像赌博一样嘛。其实因为主持人说的那一句话也说，然后你这一关你都不去尝试。闯过去的话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走下一步啊。嗯嗯嗯。其实那时候我觉得，我们听完之后，我们两个抱在那边哭啊，真的在哭啊。因为听到10%的时候，真的觉得，哪有人，好像还没听过人家说动手术的那种手术的成功率，而且我那个不是成功率，是死亡率，存活率只有10%而已，死亡率是90%，他还不是说成不成功的问题，是生死的问题。就觉得很沮丧，而且是崩溃了。那时候两个人就抱着哭。嗯嗯嗯。记得那时候就是一位清洁工出现了。清洁工。对。对。就我们两个抱着正在哭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讲：“上帝会救你，而且我们会为你祷告。”哦，我们觉得那时候我就莫名其妙，我已经在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你在跟我讲这些，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上帝会救我，怎么救啊？医生都说成这样子的，你现在跟我讲说他会救我，我根本是听不下去这种话。是是是，那你后来决定开刀的那个时候，你有打算就是说好，反正我有准备了，就是进去可能出不来。有，我伸多一刀，说多也是一刀啊，总是要过。但是至少，我还是要为了我的家人闯看看这一关。嗯嗯嗯嗯嗯，闯过了我还有机会，闯不过那就是画下休止符。所以你刚刚说在外面等待的心情是很煎熬的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这个出来是个生跟死的。对。哦。他们就期待叫名字，等叫到名字的时候，就代表说这个病人会推出来，已经在恢复室了。是这样哦。对啊，因为他会叫啊，那他的家属啊，我某某病人已经到了恢复室啊，你怎么样要接他们回加护病房之类的、啊，他们会就是好像会唱名一样啊，等你。叫进去手术室里面的可能就会说是不好的结果。嗯嗯嗯嗯嗯嗯，结果呢？就有的出来了，就还有希望，就还有希望等到那块关。15%的存活率，
后来你醒了，感觉是什么？我赌赢了，我赌过这一关了。对啊，但是也奠定了我长期要在荣总的日子。跟我老婆说，叫她救我。后来我就没有意识了，但是他们说我还甚至交代了遗言吧。后来我有听加护病房的护士说，他们每个人都说很怕我在那一次就走了。原本非常抗拒福音的黄兆庆，在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的情况下，却不断地接收到许多基督徒对他的爱与不放弃。面对这些非亲非故的人，兆庆坚硬的心开始一点点地打开，这份爱也使他和太太有更多的勇气面对挑战。因为长时间那个台北的教会一直迫切要为他祷告，甚至整个教会为他祷告，还有人为他禁食祷告，所以他就得到这个换肝的机会，他知道是上帝给他的。但他有一阵子是安毒那个状况很严重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点反复这样，甚至他的太太会打电话就跟我哭诉说，他觉得他现在很可怕这样子，他不认得他到底在讲什么这样子。然后在荣总的时候，处处入加护病房，我们都就是在那个加护病房固定的时间去看他，可是有好几次就是非常的严重，严重到他自己很想放弃，在病床上一直流泪。然后就是他听说他还有自己跟医生说，就是他不想要继续这么痛苦这样，会害怕说他在那时候会不会就离开。对，然后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上帝，他只知道因为这当中我们有不断的去跟他接触，对，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会去一次或两次的时间。对，然后每次去就是会跟他传福音，但那时候其实他的心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开，其实就还蛮封闭的。那所以在那时候他病危通知的时候，让我们觉得很害怕。那但是我们去了之后，真的就是为他在病床的时候祷告。后来还蛮神奇的，就是那天那个状况之后，他又恢复了。对，然后又过一阵子之后就听到他是离开加护病房。过了第一关以后呢，接下来呢就是长期抗战了，主要是因为要换肝呢，其实光是等待肝这件事情就很困难，更不要讲说手术啊，那个是大手术，然后手术之后啊会不会排斥，一连串的问题。所以后来你在荣总里面完全肝功能已经丧失了，医生说你的病根就是那一块肝，对，你病人没有处理的话，你随时都会有一些并发症，发烧啦，甚至有时候会败血，甚至有一次白血球升高到2万多，他甚至然后再下去的话，可能就会感染到会败血症啊。我的生活范围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向那个病床。那张床就是我的生活范围。这样的一个长期抗战的疾病，你的家人朋友怎么帮助你啊？酒友都不见了，家人只能说他们很幸福。新竹、台北的，只要有假日的时候，妹妹都是这样跑。再来就是，应该就是我的堂妹吧，和她的教友，唯独他们是不一样的一群人，是每个星期都会来一两次来看我，几乎常常有不同的人都会过来抚慰我的心灵吧。因为其实那时候很沮丧以及痛苦，那时候突然才想到说，人家说久病厌世，以前会觉得那种人很傻，那时候我深深的体会了那一句话。因为我也曾经告诉我的家人说我不想医了，因为这条路很漫长。那你的堂妹带着那些教友一直去看你的时候，带给你一些安慰，但对你有产生影响吗？因为之前你听到志工说，你也觉得说那很荒谬嘛。在我的心理上是有得到一些心灵的治疗一样，我并没有这么痛苦，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不想受洗，因为我们是很传统的客家人，
所以我又是独子，然后又是长孙，所以就是从小就是给建立一种，就是我以后就是要继承家里的那种神主牌位那一些。那你后来为什么愿意受洗啊？其实我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这么久的漫长的日子来讲说，我真的在他们身上看到一个东西，那个叫爱。我开始从排斥到不排斥，到接纳他们，到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人家常常来看你，就叫你受洗，啊，我又觉得说我不想受洗，啊，我就只好跟上帝讲说，那你就让我就走出去，我就受洗。他突然觉得说，你求神，让治要你的病好，又跟神在好像在谈条件，我觉得好像很不合理的样子。因为你任何人在求神中，应该没有人在该跟神谈条件的吧？听说你在受洗之前还做了一个梦。对，那个梦中是刚刚我走到一个井边，后来我喝了那个井里面的井水，我突然觉得全身舒畅，而且好像是药到病除一样，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，非常好像我的病全部都没有了。后来受洗那一天，他们跟我讲了生命的泉源的这件事情。哦，所以他们跟你分享？对对对，他说早上灵修，我也是分享了那个梦境就对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它代表了什么东西。所以你一听到说耶稣是生命的活水，你就有点对到了，说昨天的梦这样。对对对对，就是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巧合吧。先生后来被感动然后受洗，对你来说有产生影响吗？如果是他受洗，他可以，他不用拜拜，就是还有我啊。所以你想要保留拜拜的这个传统的习俗，但是为什么你会比他还祷告更多呢？那时候就是想说，他们说神就会叫，神就会救你。那时候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是一直求上帝，一直求，就是一直祷告，就为他祷告就对了。可是你后来因为受洗了以后，觉得好像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印证跟希望，可是病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你真的是想要放弃生命，而且甚至连家人都开始帮你办后事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？荣总是急重症医院，所以他只能住3个月。嗯，我必须转，在转院的过程当中一直找不到医院，因为没有医院想要收这样子一个病人，因为我的状况的话太严重。嗯，最后我转到了阳明医院。嗯，所以他说，但是他只能让我住28天。嗯嗯，我住了当家第27天的时候，我的好像安毒升高了，所以我也脑性病变。我没有肝功能的时候，他算是没有办法排毒，没有办法解毒，所以里面的食物里面有一些会产生安毒。安毒的话，它会让我的脑也间接的也会病变。嗯，最后我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脑病变会怎样？我记得那时候我只叫跟我老婆说，叫她救我。后来我就没有意识了。嗯，但是他们说我还甚至交代了遗言吧。后来我有听加护病房的护士说，他们每个人都说很怕我在那一次就走。所以那个时候连堂妹他们都开始帮你找殡仪馆什么的。我妹妹。哦，你的妹妹。对，但是唯独只有小娟她没有放弃你。刚开始我也是有放弃，后来她的堂妹，连她的堂妹都有放弃。我在那边，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她叫进住教病房，没办法，就是我没有地方睡嘛，我也是要租房子，在外面租房子啊，租房子来回去在那边休息啊。后来就是走，我们走那条路也是走很久了，就看到那个经文，就是牌子啊，他就是写那个经文上去，就是神的话，什么就是越白天的太阳，白天的太阳必啊不伤害你，夜间必不害我，耶和华会拯救你。上帝怎么样会讲那句话？会告诉我们，就是说那个句话就是他要保护你。后来他的堂妹告诉我，他说上帝会跟你讲话呢，从来上帝没有跟我讲话这样子的。他说跟我讲，就是跟我讲呢，跟我讲说要保护你呢，直到永远呢。嗯，后来我们
我一直回去，我就是说一直祷告，我醒来我就祷告，醒来就祷告，就为他祷告。所以看到那段经文之后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了。我说那时候没有人想说要救我嘛，他说你的状况任何人看到都没有人会有可以联想到救的这个地方去，就是联想到死亡了。我的血压一直往下掉，再掉下去的话，我可能就是所有的功能就会丧失了。对，但是后来我血压慢慢的上升了，而且我的功能也慢慢提升起来，我其他的功能也慢慢快有恢复正常，唯独的是我的肝功能是没办法的，就莫名其妙的这样，对，就好了，是太夸张了吧？爱心的肝改变了黄兆庆的人生，从等待换肝的煎熬历程到手术后的复健，必须得从呼吸喝水的简单动作学起。这些过程虽然辛苦，但并没有令兆庆气馁，反而是让他心中充满了感恩。除了感谢提供肝脏的人，更感谢上帝给了他重新再活一次的机会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有一天早上，他就他太太打电话跟我说，有一个可能可以换肝的机会。那时候我在上班，然后我想，哇，太好了，因为我们每次听到他们的状态，我们就赶快立刻发布消息在 FB 或是 APP 的群组，就请大家带到，就有一个换肝的机会，希望可以成功这样。我记得好像是，傍晚进去，然后到半夜两点多出来的。就是一直在外面等待，希望他可以就是平安，因为是大手术，然后他的体能上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而且他要进去之前就有拨个电话过来，然后就是我就为他祷告，就说不要怕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怕死了，怕死了。刚开完那一段时间，其实刚开完在医院恢复那段时间，其实他的性格是变得比较，可能脾气也比较不好，对，然后。这样子又不好，那样有些东西会限制他去吃，他就会不高兴。对，那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油的啊，或是比较咸的什么的啊，就会不给他吃。他那时候带氧气带太久，所以变成说肺的功能退化。对，所以他后来其实是医生强制把他的那个氧气拿掉，他才开始，不然他太依赖了。其实他可以自己去训练自己的呼吸，他不需要说再去辅助那个氧气。对，那医生就是请护士把他的氧气拿走之后，他才强迫自己去学习呼吸。身体的功能开始慢慢恢复，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很奇妙的是又有一份大礼物降临了，这个大礼物就是肝。就那一次我回普隆病房之后，他一个礼拜嘛。那时候我主治大夫叫我把脚抬起来，他叫我那时候就感觉有人在对我说一样，用力踢。他叫我脚抬起来用力踢一下，他们是想知道我身体到底还剩下多少的力气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瘦到很瘦，但是大概只有39公斤而已。他们想知道我能不能撑得过这个手术，因为换肝手术。起码要12个小时以上，所以我那用力踢，决定我说我有这个体力，但是后来医生跟我说，但是你只排第3顺位。第三顺位，前面还有两个人。我前面还有两个人。那时候那一夜就是真的是漫长又煎熬的一夜，我也很感谢说我的一些教友，所有人都在祷告。最后很莫名，医生跟我讲说第一顺位他放弃，什么理由不知道，但是第二顺位他跟我一样都在荣总，我们都在16楼的移植病房，但是他发烧，他不能做移植手术。所有人听到说我会得到肝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那是一个，他们都认为说不可能，甚至我认识医生说。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可能会等到肝呢？但是你一方面兴奋，就是说你可以得到这个肝，二方面你不怕吗？就是说换肝其实那个过程里面也死亡率很高啊。但还没确定的时候，那时候是
非常的期盼那个肝是可以给我的。当医生从口中证实说就是你的，明天就要动这个手术了，那时候开始很害怕。12小时的大刀撑得过吗？不知道。我跟上帝讲说，你带领我打胜了无数的胜仗，你一直在我在敌人的面前摆上宴席，我希望你能再度的带领我打赢这场战争。然后我就祷告完之后，我跟上帝说了之后，我心里便平静下来。我也进到很清楚的进到了手术房，我还跟我的麻醉主任说了几句话。我记得他笑着跟我讲说，他要让我睡觉了，还要记得要醒。当我醒来了，当我张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是我的主治大夫刘大夫跟我讲说，其实是这个手术只动了非常成功，而且只动了8个小时就完成了。哇，永娟，你在外面等候的那段期间，那时候每个人就是等跟他的交流都很开心。在那边走出来就是说他成功了8个小时而已。你后来为什么会受洗的呢？刚开始我有跟上帝讲说，如果是他有一块肝可以换肝的，我就受洗。但听说换肝手术不过就是一个关卡而已，后面其实要面对的挑战是更大的，对不对？你当时在动完手术知道哦，手术成功麻药退之后，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啊？人生另外一个开始，重新来一次。对，我还没换肝手术的时候，我常常听，因为那时候很痛苦，曾经放弃生命的时候，我常常听那些护士跟我讲，他说真正的痛苦都还没开始，你就这样子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换完肝才是真正的痛苦。第一，长期的麻药，我们的肺是塌陷的，我们要从呼吸开始学习。那时候开始都是用强制性的那个氧气罩，它是用打的嘛，打进去的。那我开始刚开始是插气管内管啊，对，慢慢的气管内管拿掉，开始学呼吸。哦，学会了呼吸，学喝第一滴水，吃第一个流质食品，学坐，学站，像 baby 一样这样子。对，从头再重新再来一次。真的很痛苦，而且伤口 很痛吗？对，那是非常痛的。虽然你走到了你自己的尽头，但是上帝给你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起头。但是一切从头开始学习，就好像是从小孩子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但不过听说你进步的比别人快很多。是的。叫做进步神速哦。因为我花了，其实我应该花了24天、25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一般人呢？一般人，我有很多病友，他比我早换肝。找我换肝，而且我出院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出院。但是我记得我要出院的那时候，很多护士都怀疑说我是不是在说梦话，因为怎么主治大夫怎么可能会同意你出院，而且你才换肝几天而已，没有人相信他。但是主治大夫说真的，依你的状况是可以出院的。就这样子。对啊，顺利的。对，摆脱了梦魇，走出了医院。没错。那我真的走出医院，感谢上帝。好，走出医院之后，你还敢碰酒吗？哦，不敢了。我连食品里面只要有掺下一滴酒、烹饪过的食品，我都不会去吃它了。我都不敢碰了。再也不碰了，因为我觉得上帝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再加上也有人愿意捐出这一块肝。再有身边周围我的家人也好，这些。我无私的一些奉在我旁边陪伴的教友，是我觉得人世间在我身上我体会了很多。所以让我感觉我不该再去碰一些我不该碰的事情。是我觉得应该说要活出，真的要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，重新过一个崭新的人生，不想耽误他在我身边。因为看他那么早，其实有时候我常常会莫名的对他发脾气，其实他
来到台湾，他其实他也真的是没有朋友，他唯一的朋友真的就是这些教友，常常来看他的教友。与先生一起走过换肝历程的傅永娟，终于能如愿进入期待已久的婚姻生活。而经历重生的黄兆庆，不但从此滴酒不沾，也更懂得珍惜感谢妻子对他的不离不弃。回想每当自己沮丧失去盼望时，妻子的坚持真是他能撑过来的最大力量。到最后一分钟他都要救，事实上跟兆庆那时候有没有太深的感情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只是刚嫁过来，还没有建立那个哈，然后之前兆庆有一些坏习惯他也劝不听，可是他竟然就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这样不离不弃。那我觉得他那个忠诚跟那个不随便放弃的永不放弃的这种态度，让我觉得如果是我，我可能很快就会觉得啊没希望的，很悲观呐、啊、哈。但是他已经到几乎所有人都要放弃的时候，他还可以这样坚持。有一次我记得第一次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他就大哭，因为就在那个赵庆的病房的附近走廊。对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好像吵架，因为就是可能赵庆在等待过程也会很多的疲倦，这样。我记得他好像说他是有时候是会故意想要气走他，觉得他就是不要留在这里比较好，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争吵。那阿娟可能不明白，那就是我记得那一次去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流泪。对，我觉得他只是需要陪伴，因为如果他一开始还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爱，那我觉得我能给他的就是陪伴，然后听他的心，就是倾听。我小时候真的是在怎么讲，在他生病这段时间嘛，他真的是很尽心尽力在照顾他，然后就是像这种手术的时候，他也是一直鼓励他，虽然他自己也是很害怕，他自己也很惶恐啊，也是很担心，但他还是就是坚强起来去鼓励他。赵庆的生命好像仿佛从头开始一般，当然度过了很长的一段这个病痛的折磨，等换肝啊，可是我想中间跟他同样煎熬的，其实是嫁过来没有多久就马上面临丈夫病痛的太太永娟。因为其实我相信你里面的痛苦不比他少，你除了天天为他祷告之外，其实你的身心灵也在某种压力之下，对不对？而且以你的身份来说，其实你会觉得很孤单吧，因为你来自越南，你的家人也不在旁边了。是啊，家人也不在旁边，就是家老公，就是跟老公妈。嗯，但是那时候，就是觉得是他的病情这样子，我们真的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嗯，那时候只是哭而已啊，就是在那边哭啊，就每天就是哭啊，希望他不知道哪时候才等到你那块肝可以等到。那块肝可以换。以你的口音啊，还有你的身份啊，很容易会被外面的人误解为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，对不对？有人跟我讲说你是越南人，你还是哪里？他以为我就是大陆人，是中国人。嗯，啊，应该说很多人把他当成看护吧，就没有把他当成皇太太的地位就对了。大家因为去医院，可能就会想到这个人是看护。嗯。他们不会直接联想到说她就是我的太太，那种孤单，然后那种被误解，可能没有受到太多的尊重的那种心情，你怎么去解决它呢？就他讲什么就讲啊，我说我是黄坦，我是他的老婆啊，我没有那个想说，就是他当我什么，我没有这样子想。别人看我怎么样就看嘛，就那但是我就是知道我就是的身份就是我是他的老婆。那如果他情绪不好呢？因为他生病这么长的时间，他连活都不想活了。那如果情绪不好，甚至骂你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他呢？在那边哭啊，在那边哭，就是很难过。那时候真的很难过，他为什么我嫁给你，我照顾你这么久，就是一直给你吗？但是他也不知道他知道他的脾气不好，但是他也是知道他的病情，我也知道，我也了解他，就是病久也是脾气会很坏，
但是他以前脾气没有这么坏。你有想过干脆回越南算了吗？那我那时候我没有想过。你完全没这个念头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那么辛苦哎，那么辛苦呢？但是我可以度过啊，我就那时候我就是想就度过跟这关啊。如果是他真的走掉的，我就是回越南。哦，可是你就是要撑到他最后一口气就对了。对，赵先听说你那时候刻意故意要把他骂走，因为病久的人真的那个心灵上，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以外，心灵其实是很痛苦。那我很希望说，不想耽误他。我突然会有一种想法，说我不想耽误他在我身边，因为看他那么早，其实有时候我常常会莫名的对他发脾气。其实他来到台湾，他其实他也真的是没有朋友，他唯一的朋友真的就是这些教友，常常来看他的教友。因为当他有任何困难的时候，这些教友能够帮他，能够也说抚平他的心灵上的一些，给他一些安慰。其实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常常会想把他骂走，甚至赶他走。嗯，那他唯一就是打电话回家里求援，再来就是他叫我过来的时候，他会安抚他的心灵，这样子。嗯嗯，你不想耽误他，想把他赶走，可是他又这么不离不弃，你有很感动吗？我曾经想过，如果换作我，我到底做得到吗？真了不起，能够这样一路这样陪着。其实，尤其在加护病房，你会看得到很多病人，他是很想见家属，家属不肯来的，而且几乎都是外籍的。就是家属根本就连来都不来的。对，而且是病人要求护士说打电话请他的家属来看他。可是这个是在你身边，你怎么赶都赶不走的，而且一直在为你的守望祷告。没错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也可能没办法走到现在这样子。所以你现在好了要加倍对人家好啊，对不对？有。可是真正才开始婚姻生活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个性上的摩擦出来？可能是通过了这一关的考验吧。嗯，其实很多的磨合，反而是我们那时候会吵架，会赶他，会骂他。现在我们的最难的就过去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过了，反正是很甜蜜。所以永娟，你有感觉到你的幸福开始了吗？就是他过程这么痛苦，就是也是走过了，现在可以是新的开始嘛？希望就是永远就是会这样子是。永远都会就是夫妻可以有个幸福，我就很满意了。你现在可以融入台湾的生活环境了吗？因为毕竟你一来就住进医院里面，你对台湾社会的了解也不多啊。跟公婆相处都好吗？嗯，也还不错啦。嗯，就是公婆也是对很好，也是很疼。嗯，是啊。那开始喜欢台湾了吗？也是还好啦，如果是说吃的东西的方面呢，我就还不习惯。所以赵欣要常常带他去尝尝家乡菜的味道，才不会让他在饮食上面太过于思乡，对不对？其实哇，真的好不容易，我觉得，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患肝的人，如果真的有成功的，真的好像是在一万个人、几万个人当中，好像是可以挑出一个，大家一起是为他鼓掌欢庆的新生命，表示这的确是很不容易了。尤其以你的状况来看，好像是柳暗花明，走到绝处又逢生，啊！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做分享的话吗？嗯，我希望说，如果有同样的在痛苦困难当中的，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好，不要轻易的放弃，更希望说能够依赖说真神的帮助，好抚慰你心灵的话，继续一定要撑过所有的关卡，走向你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未来。嗯，永娟有话要说吗？我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信上帝，就是不要就以为就是拜拜都就会可以。就可以就
来医治你的生命。那但是你遇到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信上帝，上帝会永远都会保护你，就会保护你的生命直到永远。人真的有很多的盲点哦，比方说有很多的坏习惯啊，然后可是就觉得应该不会怎样嘛，然后怎么样劝，或是看到很多其他人的证据，还是应该还好吧，想喝酒，所以应该要照自己的生命，真的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好像没有面临死亡，不知道那有多么的可怕。在这个屡屡面对绝处，但是又逢生的这段生病换肝的过程当中，还好有一群教友一直为他们带祷，在关心他们。特别是在那个即将走进棺材差那么一脚的时候，他们认识了一个好朋友。这个好朋友呢，他可以在沙漠当中开江河，可以在旷野当中这个开道路，好像在绝处怎么又可以开出一条活路来呢？没有错，他真是行大事而不可测度。这位好朋友其实也就在你的身边，只要你呼求他，专心的寻求他，他就会在你的身边告诉你，我在这里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、黄兆庆、傅永娟，你看这对夫妻。这永娟对赵庆病到那样的情况不离不弃，尽管黄兆庆暗示他，希望他离开，你年轻，你还可以再嫁，但是我们看见了那份真爱。但是我们更看见的是什么？在这个家庭中间，基督是他家之主。我知道在我们电视机前面有些家庭此刻仍在的苦难之中，也许就是像黄兆庆这样肝病没办法造血，肝功能坏了，生活等着换肝等等，他的历程你都看见了。现在我要为你们祷告，我们求主帮助，求主的怜悯医治临在你跟你家人的身上。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借着黄兆庆弟兄他自己的见证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了恩主，你永远不放弃我们。祝我们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祷告，也许有的家庭现在仍在苦难之中，仍在迷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或者是在痛苦的深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知道他们每个家庭的需要，你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病况到什么程度。主，你是永生的主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紧紧地抓住了你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了永生的盼望。我恭敬地为这些家庭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真的，人的一生长短不是我们决定，但是有一点，如何能让自己生命的品质过得好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这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人生就可以完全转变，从过去的失望、失败，这种对自己的绝望，都能够因为主的拯救看见了光芒。亲爱的朋友，愿神的安慰、神的医治临在你们生病的人跟你们家人的身上。上帝赐福你。